佛门礼仪。近年来，佛教渐渐兴盛，皈依佛门的人也日益增多，有许多初学佛的人对于佛门的基本礼仪依然还是很生疏，因此借由录影带的教学，希望能使有心学佛的对于佛门的礼仪都能够有深刻且清楚的认识。每个寺院道场对于这些行仪规范可能有些不尽相同，因此我们选择一些符合普遍性及庄严性的礼仪动作来作为此教学录影带的内容，期望每个人在行住坐卧中都能够表现出一个佛弟子的仪范，并且在心念上时时流露出佛陀的慈悲与智慧。谨祝法喜充满，文殊讲堂僧众合十。佛门礼仪，佛门礼仪这卷教学录影带是介绍一些佛门的基本礼仪的示范动作。海清之威仪，首先是海清之威仪，在里面则包含海清的穿脱合掌、问讯、礼拜、上香等等的威仪动作。现在为您示范的是海清的穿脱，各位先看一次完整的示范动作，在待会儿我们还有详细的分解动作和一般动作，到时候再请您跟着一起做。现在各位一面看，我在这里也顺便为大家讲说海清的缘起。佛教传于中国，由于气候、民情、风俗等等的关系，使原本的三衣便不太适用，而于袈裟里面再穿着一件海清。海清本来是属于中国的一种服装，江苏地方人一般称有宽大袖口的衣服叫做海清，而佛门丛林当中对于海清也有它另外一种含义。海清的海是指海的浩瀚，它能包容万物。海清的清呢，是指清出于蓝，
以令世子希望一代胜过一代。另外也有人认为海青是一种鸟灵，因为这种鸟在飞翔的时候，它的形状类似于海青的袖子，所以才引用其名。那么平常我们在礼佛诵经的时候，最好都能够穿着海青，这样子比较庄严，也比较恭敬。但是进入净房或是浴室的时候，您就要脱下来了。整个穿着海青的动作，接着我们继续看示范动作，接下来是分解动作，先问讯，然后将海青放置左手，右手打开海青，捉住海青的衣领提起来，再以左手的手指头夹住海青的两个领口部位。我们再看一次特写动作，左手手心朝上，用拇指、食指、中指夹住两片领口，然后拿到颈部的后面，这是后面的画面。再以右手捉住左手食指与拇指的那片领口，摊开来覆盖在身上。再看一次正面的动作，摊开来覆盖在身上，再将右手的领子交给左手，然后右手从右边的袖子由上往下伸出，同样的左手再从左边的袖子由上往下伸出，右手找左边腋下海青内有条绳子与右边领口的绳子打一个活结。我们来看一次特写画面，将两条绳子打一个活结之后，再将左手领口的一个小前结扣在海青右边腋下的一个绳环里面。我们再看一次特写动作，最后再来整理领子，不要使里面的衣服的领子露出来，这是整个穿着海青的动作。脱海青的时候，先将右边腋下的绳环打开，再将海青内的绳结打开，领子往后放，以右手捉住左手的袖子拿到前面来，左手先将两个袖口重叠，右手捉住领子上端，左手将袖子靠着身体往后摆，再捉住海青腋下部位，这是特写的动作，再将海青以顺时钟方向转半圈，然后对折放在肩上，然后左手将袖子的部分折到海青里面，在最底下的一片海青覆盖上来，左手将袖子叠起来，在最底下的一片海青覆盖起来，右手按下海青长度大约二分之一的地方，
然后再将肩上的部分放下来对折，取大约四分之一长的地方再对折，再将下摆部分以相同的长度往上对折，然后再对折，最后以食指、中指在外，三指在内夹住海青，这个就是整个穿脱海青的分解动作。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次连续动作，先将右边腋下绳环打开，再将海青内绳结打开，再以右手捉住左手袖子拿到前面，左手再将两个袖口重叠，右手捉住领子上端，左手将袖子顺势往后摆，捉住腋下部分，以顺时钟方向转半圈，然后对折起来放到肩上，左手将袖子部分折到海青里面，在最底下的一片海青部分覆盖上来，右手再取适当长度对折，然后再取四分之一长度对折，再将下摆部分整理一下对折上来，然后再对折，最后以食指、中指在外，三指在内持海青，这就是整个穿脱海青示范动作。合掌，接下来我们看合掌的示范动作。合掌就是合并双掌，集中心思而表示恭敬之意。合掌时食指并拢，双掌合十，掌心不可以中空，食指朝上，合掌位置大概是在下巴以下的髋骨地方。放掌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抄手，两手的拇指头相对，手臂呈水平，着海青站着的时候，双手就要呈放掌姿势，这是侧面动作。合掌、放掌，平常我们同参道友相遇的时候，应以合掌来互相问候。问讯，接下来是问讯的示范动作。问讯也就是我们一般弯腰点头的问讯一种方法，在经典上记载，问讯是包括言语的问候，而到现在问讯仅仅成为一些合掌低头的动作而已。在问讯时候，先合掌，然后弯腰，两手呈抄手方式，然后结手印举到眉间，而手部与脸部大概还有3公分左右距离。我们来看一次手印的特写，左手在外，右手在内，拇指与食指相对，各位可以跟着做一次。先举出左手，左手放在右手上面，食指与拇指相对，两手拇指放在右手中指上，举到眉心，然后再放下来，合掌、放掌，这些就是问讯的动作。我们再来看问讯的侧面示范动作，先合掌，然后问讯弯腰，弯腰大约是在80度至90度之间的距离，然后起来结手印举到眉间，合掌、放掌，
再看一次示范动作，我们平常问讯多半是在礼拜前后。礼拜，接下来是礼拜的示范动作。礼拜就是以身体的动作来表示尊敬之意，而礼拜对象并不只是对佛菩萨形象，对于长老、和尚、法师都可以礼拜方式来表达恭敬的意思。礼拜方式有许多种，现在示范这种是称之为头面接足礼。首先合掌，右手放在蒲团的中央，左手再放置右手前方，右手上前收掌翻掌，头放在两掌之间。起来的时候反方向依次起来，合掌、放掌、我们再来看一次，先合掌，然后伸出右手，这是手部翻掌的特写镜头。右手放在蒲团中央，然后左手放在右手前方，右手再向前，两手平行，收掌翻掌，头再放在两掌中央。起来时候先收掌，然后是副掌，右手放在中央，再收左手，左手呈合掌姿势，然后起来合掌放掌，这个就是礼拜的动作。我们再看一次示范动作，先合掌，然后将右手放在蒲团中央，左手放在右手前方，双手平行，然后收掌翻掌，头放在两掌的中央。起来的时候也是先收掌，然后副掌，右手放在中央，左手呈合掌姿势起来，然后合掌再放掌。现在示范的是完整的礼佛三拜。一般来说，礼佛三拜它通常是上早晚课或者是法会共修时候的前后所必须要做到的。整个过程是先问讯，再三拜，然后再问讯。现在是第一拜，收掌翻掌，起来时候收掌副掌，然后合掌。接着是第二拜，右手要放在中央，左手向前，两手平行，收掌翻掌，收掌副掌，右手放中央，合掌。第三拜一样的是右手放在蒲团中央，左手向前，两手呈平行，收掌翻掌，再收掌副掌，
右手放在中央，左手呈合掌姿势起来合掌，然后再问讯，这个就是完整的礼佛三拜。持经之威仪，接下来是示范持经时候的各种基本威仪。持经时候的位置大概与合掌位置是同高的，持经的方式是以食指、拇指在上，其余三指在下夹住经典。接下来是持经时候的问讯动作，将经典举到眉间，上身保持不动。现在为您示范的是侧面的问讯动作。持经典的时候不可对人礼拜，我们对经典应该要非常的恭敬珍惜。接着是持经典时的礼拜动作，礼拜时手夹住经典，其余动作和一般礼拜的动作是一样的。第二拜弯下去，以右手放在蒲团中央，再向前收掌，翻掌，然后收掌，复掌，右手放在蒲团中央起来，第三拜右手放在蒲团中央，收掌，翻掌，再收掌，复掌起来，然后再问讯，这个就是持经的礼拜动作。我们再看一次示范动作。手持经典有些注意事项，首先经典上如果有灰尘的话，应该以干净的刷子或布擦干净，不可以用口吹。如果经典看到一半不看的时候，应该要将经典合起来，同时以书签或是干净的纸作为标示，不可以将经典内的纸折叠当作记号。经典不可以放在地上，更不可以跨过，当然也不能放在镜房或者是浴室里面。如果发现经典有破损情况，应该要立刻修补。对于法宝要恭敬珍惜。上香，接下来是上香的动作。第一种是一般常见的立香，持香的时候有两只手的食指、中指夹住香的末端，左手在外，右手在内，拇指顶住底下，将香举起到眉间，上身保持不动。这跟一般神道教蒙点头上香的方式不太一样，佛教礼仪讲究的是恭敬庄严，最后再问讯。这是整个上香的动作。第二种是握香，以双手的食指、拇指捉住香的两端，平举到眉间，再以左手捉住香的中央，放到香炉里，最后再问讯。
三种是檀香木。上香前先问讯，再以双手的食指、拇指夹住檀香木的两端，举到眉间，然后插入香炉里面，最后再问讯。这是我们一般常见的上香方式。上下楼梯，接下来是上下楼梯时候的微移动作。上楼梯时要将前摆往上提，再靠近身体，否则的话容易踩到海青的前摆而跌倒。上下楼梯时最要紧的是海青前后摆的部位。我们看一次下楼时候没有拉海青的错误示范，所以我们下楼的时候应该将后面海青提高靠近身体，这样子就不会因为被踩到海青而跌倒。海青坐姿微移，接下来是着海青坐姿微移。首先是做蒲团时候的动作，保持身体的正直，慢慢的坐下来。坐下的时候将海青前摆部位提高，然后盘腿，再将海青覆盖在腿上，多余的部分折到底下，再用双手呈放掌姿势。而坐起来的时候，先将海青的前摆提起，然后放腿，等双腿比较适应的时候再慢慢的站起来。接着是坐椅子的时候微移动作，最主要还是海青前摆部位要覆盖在双腿上，上身保持正直。慢衣之微移，接着是搭慢衣时候的各种微移动作。首先示范的是披搭慢衣，我们先看一次完整的搭衣充分的示范，再待会儿还有详细的分解动作与一般动作。慢衣也是属于僧的一种，它是用两块布缝制而成的，是没有填相袈裟，而一般出家众披的袈裟是经过横竖割截而缝制的，我们称之为填相衣，这是两者不同的地方。而通常慢衣是受五戒、菩萨戒的在家信众所披搭的，我们对于这些法衣应该要珍惜，千万不要只把它当作是一块布，而随随便便的把它放置在地上或是不干净的地方。一个人能持受五戒或菩萨戒，对三宝物自然是非常恭敬的。古代的大德也是这么说，修行要在恭敬中求。我们继续看示范动作，现在示范的是搭衣分解动作。先问讯，将慢衣放在左手，右手翻开捉住慢衣右上角部位，之后再以左手捉住慢衣右前方第一层的地方，将右手捉住的慢衣放到左肩后面，右手再捉住慢衣的前端，用左手手指夹住慢衣。这里面总共有四层，一、二、
三、四，左手四个指缝刚好夹住这四个鳗衣的角落，然后拿到颈部后面，再以右手捉住拇指与食指夹住的那一片，左手再放开小指头夹住的那一片，覆盖在身上，再以左手小指勾住环扣，右手捉住海青的袖子，由内往外伸出来，再捉住扣环，扣在左边的挂钩上，往上拉一下，再来是折前面的部分，持适当位置先对折，交给右手，左手捉住另外一端，再往外对折一次，左手手心朝上，再取适当距离捉住前摆部位，再将后面的鳗衣整理一下。最后抄手，这是搭鳗衣的分解动作。收鳗衣的时候，右手捉住前摆的第一片，再将它摊开来，以左手手指夹住鳗衣，手心朝上，让右手部分放在左手拇口上面，接着将胸前鳗衣的一个角落重叠下来，左手捉住这两角，右手再将扣环打开，右手捉住海青的袖子，由内往外伸出来，右手再捉住右边的那一块角，现在左右手同时各有一个角，同时拿到后面，两脚相对重叠，交给左手拿到前面，右手捉住这两个脚，左手捉住另外一端，然后对折。对折部分还是交给右手，左手再捉住另外一端，同样的再对折一次。对折部分再给右手，左手捉住另外一端，现在以顺时钟方向转半圈，左手捉住总长一半的地方，由外往内对折，让鳗衣挂在左手的手背上，双手再捉住对折后的上端，同样的再以顺时钟方向转半圈，而这一次是由内往外对折，使鳗衣挂在左手手背上，双手再捉住对折后上端，再一次顺时钟方向转半圈，左手捉住一半的地方，双手先对折，持鳗衣的时候开口朝前，这是整个分解动作示范。接着是抽衣，先将前摆部分摊开来，右手部分放在左手的手上，再将胸前的一片鳗衣重叠，以手打开扣环，接着捉住海青的袖子，由内往外伸出来，右手再捉住右边的脚，
现在使两个脚相对重叠，拿到前面来，右手捉住两个脚，左手捉住另外一端，然后对折。对折部分再交给右手，左手捉住另外一端，再对折一次。同样的，对折部分再交给右手，顺时针方向转半圈。左手捉住总长一半的地方，由外往内对折。双手捉住对折后的上端，再转半圈，取一半的地方。这一次由内往外对折，双手捉住上端转半圈，左手捉住一半的地方，这一次直接的将它对折，开口朝前，披搭慢衣的示范动作就介绍到此为止。合掌，接下来是搭慢衣时候的合掌动作。搭慢衣时的合掌和一般合掌是一样的，唯一需要注意的是合掌放掌的时候不要使左手慢衣的部分滑落，通常用小指或无名指稍微压住。我们看示范动作，合掌，放掌，问讯。接下来是搭慢衣时候的问讯动作。问讯的时候，以右手压住慢衣前摆的地方。弯腰的时候要尽量弯到80度至90度的位置，起来结手印，合掌，放掌。礼拜，接下来是搭慢衣时候的礼拜动作。搭慢衣时的礼拜与一般礼拜不同的地方是慢衣的撩衣的动作，其余的和一般礼拜是相同的。现在看一次示范动作，合掌，右手撩衣，放在蒲团中央，左手向前，双手平行，收掌，翻掌，收掌，复掌，反方向依次上来。Thank you.
之威仪。首先示范坐板凳的动作，先将幔衣撩开，然后坐下，上身保持正直，最后整理一下幔衣。接着示范是有靠背的椅子，坐上去之前，先将幔衣挂在椅背上，其余动作都是一样的。第三种是做蒲团时候的威仪，先撩开幔衣，再平直地坐下来，提起海青的前摆，然后盘腿，将多余的折到腿下，再将幔衣整理一下，最后手呈放掌姿势。当我们进入佛殿时，应由两侧进入，不可由中央大门。在礼拜时，应在两侧礼拜，中央位置是住持和尚礼拜的地方，所以进入佛殿时不可在中央礼佛，应特别注意这一点。在佛像面前想要顶礼法师的时候，应该说顶礼法师，但是接着要转身面向佛像顶礼。通常法师说礼佛一拜，那么我们就照着法师的意思礼佛一拜。起来之后再问讯，然后面对法师。欲问法师法号，不可直接问请问法师您贵姓，应该是请问法师您上下。最后是书信礼节，首先是写信给法师的时候，信封上的写法，底下尊起、慈起、安起任写一种，接着是信众，底下慈见、人见、尊见也是任写一种。接下来每个项目都举出三种范例，只要任写其中一种就可以了。以上是在家居士书信给法师时的用语。接下来是在家居士彼此之间书信用法，同样的每一个项目都举出三种范例，只要任写其中一种就可以了。在画面当中两个圈圈的地方，只要书写自己的名字。佛门礼仪的教学示范到此为止，请祝各位法喜充满。